以前我们出门的时候啊，总会要随身携带一张我手里面的公交卡，虽然它不大，也不会占用我们随身携带行李中的更多空间，但是使用起来总会有一点麻烦。然而这一切呢，都将成为一个历史。日前，苹果推出了 iOS 11.3这个系统，给我们带来了期待已久的电子公交卡。我们以后出门的时候再也不用随身携带我手里的公交卡了。现在我的手机就已经绑定好了一张 Apple Pay 的电子公交卡，这样一来，以后我们的出行会更加便利和快捷。啊，乘客您好，请你不要携带一元一报和一美元，谢谢。前方到站是宽街路口东。The next stop is 宽街路口东。再一个。刚才来通过实际使用 Apple Pay 电子公交卡来搭乘公共交通出行的这种体验，真的让我眼前一亮。它使用的方式跟我们传统的公交卡一模一样，甚至我觉得比传统的公交卡要更方便。